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了高屏。哦，我现在来到有够虾钓虾场哦，那是因为说我刚早上爬起床之后，我的肚子跟我说，我好想要吃味噌虾啊，所以我的身体就引导着我来这边，只是不知道现在这边钓况会如何啦。然后今天我想要去钓它的公虾池看看，看他们公虾池的表现是如何呢？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开单做钓喽。他虽然这边之前是高屏溪啊，但是最近他们好像换了老板。上次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是看到说他们刚好在装修。哎、欸，哇，已经收掉了呢。好吧，继续前往去钓鱼吧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新厂子的公虾池如何吧。我已经量好水深，准备开单做钓喽。你好，我想开公虾三个小时。好，950。谢谢。谢谢你。哦，我已经开好公虾三个小时喽，那我们来准备做钓吧。哦，哦嘘，哦，第一只是正吃的，哎，我觉得可以哦，好像有号了，我们直接打看看好了。哎呦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只也正吃哎。今早状况这样还不错哎，前两只都正吃的。嗯，好像有讯号了呢，浮标下沉，沉了哎。呜嘘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你想去哪？想去哪？呜呜呜呜呜呜耶！哎，我觉得这体型算 OK 的公虾哎。好像有讯号喽，哟耶！哇，今天虾子很会咬哎，你看虾子都正吃哎，还不错呢。你们在钓虾的时候，你们杆子会这样放着，还是会拿在手上这样带讯号呢？好像有号喽，呜嘘，呜，好重哦，呜嘘，呜呜嘘，呜啊，双钩耶，哦，哦，双钩了嘞，哇，我刚发呆发到双钩去，哎，而且这两只公虾都正吃哎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可以耶，这种公虾双钩，好舒服哦。公虾池来宾26号，您的时间已到，请到柜台下单过去单，谢谢。我的时间到了哈，那我们就准备去销单来算虾量喽。
好，那我们来去算虾量有多少吧。二来，我们再计算一下，我们今天花了950元钓3个小时，有多少只公虾吧。那我们来算有几只虾吧。哇，这只体型很漂亮。来，一、二、29。我们今天钓3个小时，有29只公虾，那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重吧。然后今天我们用这种台斤秤哦，因为之前网络上有人说，有人从中国买那种秤啊，它是属于4斤啊，4斤就是1四斤等于500公克，可是这台斤的部分就是说一台斤它是600公克。好，那我们来称一下有多重吧。那我们今天用台斤来称一下有多重哦。2斤13两，哦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成绩跟我以前来高屏溪钓公虾池的状况是一样的？2斤13两，哎，那等一下把这些虾子的胃囊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就把它们带回家的料理吧。味噌2包，柴鱼片，辣椒粉，还有二沙，海带芽，柴鱼粉，板豆腐，鲷鱼片，洋葱1粒，还有青葱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料理吧。好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今天要煮泰国虾味噌火锅的材料了。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好饿，因为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已经快要5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料理吧。好，今天我们准备了2包味噌。通常这种1包140克的味噌，我会用1:10的比例，用1400cc 水去稀释它。今天有2包味噌，280克，那我们就可以兑2800克的水。来吧，吹水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趁空档处理一下我们今天买回来的食材。好，来，我已经将青葱还有洋葱准备好了齁。那等一下我们等水快滚的时候就可以先下味噌了。通常一定有人好奇说，那种味噌一整坨放下去它煮不散怎么办。然后在这边我示范一下我煮味噌的方式齁。首先拿出我们的网子，然后将味噌全部挤上去。吹蕊。然后我们开始来搅拌一下我们的味噌。这样就完成了齁。那我们再下2包味噌齁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我们刚准备好的二沙。我自己的煮法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味噌啊，所以就是1包味噌1匙糖水蕊，还有柴鱼片啊，催泪，然后随后跟着加上柴鱼粉1/2包，啊，催泪，然后加上我们刚准备好的洋葱，哦，然后现在水已经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把我刚切好的板豆腐放下去吧。然后加入海带芽。通常这种海带啊或是柴鱼片放的量就是随自己高兴吧，吹蕊。像是我喜欢吃辣的话，我们再加辣椒粉，
让它变成辣味蒸火锅啊，脆脆。待会我们好菜就快可以上桌了吼。然后在滚之前，我们就可以把鲷鱼片全部放下去了吼，脆脆。然后接下来汤已经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主角都加下去喽。我刚已经有在虾场先把他们的胃囊啊，还有须须先剪掉了。然后比较大只的虾子，我就没有去把它须须剪掉了。脆脆，留大虾这种须须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。虾王，然后这个是虾王二代。哇，这两只真的是看起来好爽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盖上锅盖，炖煮一阵子吧。哦，刚刚我请让虾子炖煮十分钟了，我们就把剩下的葱花一次放下去，快来催泪！哦，撒满葱才是我的最爱啊！我们关火上菜吧。哇、哦！起床到现在过了8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吃今天的第一餐。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烤虾，哇，都冷掉了，好可惜哦。然后今天去虾，然后今天有够虾钓虾场他们的烤虾方式很特别哦。它的烤虾方式是跟屏东的大东港钓虾场一样，就是放一个瓦斯炉，还有平底锅在那边，让你自己去做盐焗虾。虽然说一般的那种烤虾，它烤出来的虾比较有那种味道吗？盐焗虾好吃吗？盐焗虾它的虾肉好白哦。我是觉得今天用这种锅子去煮虾子的方式，它的咸味比较容易吃到虾子里面的。不过你料理虾子的时候，你加的盐分要自己注意一下，不然说它的盐分我应该会觉得有点母汤呢。那我们来喝喝看今天的味噌火锅如何吧。哇，满满的葱哎，我超爱的。先来喝喝看它的清汤。哇、哦，好鲜甜的滋味哦！就是这种味噌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，会让你想要一口再接着一口啊。那我们再吃吃看虾子的部分吧。哇，大公虾 fit 味噌火锅，哦，感觉超可以的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味噌火锅大公虾如何呢？哦，好烫！哇！我们先吃其他东西，再吃虾子哦，好烫 哦。我们现在吃吃看鲷鱼片。嗯，好吃哎！哦，鲷鱼本身的味道加上味噌的衬托，真的没话说哎。那我们来吃吃看我们的味噌火锅大公虾吧。哦，它虾头好肥哦，我觉得很可以哦。这个味道极品。如果想要让没有负担的吸公虾的话，请务必把公虾的胃囊拿掉啊，不然吸到胃囊的那个味道会破坏这整体的美感。
哦，我们再吃看它虾肉表现如何吧。嗯，哦，我刚刚用中火焖煮了十几分钟，味噌火锅的味道都吃进去虾子肉里面，我觉得这样好可以哦，超可以的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好好继续享用今晚的餐点吧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，拜拜。